我想天堂一定很美，你才会一去不回。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？如果天堂真的很美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，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。你是天上的星星，眨着眼睛，在我迷失的黑夜指引我前行。便是有你陪伴我身边，我想天堂一定很美，你才会一去不回。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？如果天堂真的很美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，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。你是天上的星星，眨着眼睛，在我迷失的黑夜指引我前行。便是有你陪伴我身边，我想天堂一定很美，你才会一去不回。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？如果天堂真的很美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，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。你是天上的星星，眨着眼睛，在我迷失的黑夜指引我前行。便是有你陪伴我身边。八月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了，然后带回了我们家鱼，买到了就是我们家鱼机场门口的地方，给他放了一些零食，因为他的癌细胞转移的太严重了，就是腹腔里面跟输尿管还有器官上都长满了那个癌细胞，长满了瘤，也没办法切除了，所以昨天晚上离开的。然后我老婆接回来，接回来今天早晨起来就在挖了个坑，然后们到了我们狗舍对面，这里基本都是我们走的狗狗离开的狗狗，然后就全部埋到这里，盖着吧，我给它盖着，这是从医院拿回来的一些东西，也就全部给它埋进去了。命啊，实在是太脆弱了，那个生命，动物的生命也一样，说不在就不在了。